风浪吹乱了方向，也要挺起我们脆弱脊梁，就算前方的路再艰难，只要有你就更坚强。每一次受伤是一次成长，让我不再害怕任何阻挡，就算前方的路再黑今年九月，联合国组织召开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高层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国家卫生部陈主部长宣布，中国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慢病防治体系。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已经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但是它的防治光靠专业工作者、专业的医务人员还不行，还需要全社会的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有糖尿病人及其家属组成的糖尿病小组或者是糖尿病俱乐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控糖尿病的一个形式。本篇都记录了蓝光糖尿病俱乐部在糖尿病防治、糖尿病人的教育和管理的故事。测过些什么指标？测过血糖23.6毫摩尔每升。他生命体征什么？血压、心率、什么氧全部正常的。对，谢谢。张强，张强，
小强送医院，什么病啊？昏迷了。哦，我马上来，我马上来。他的化验报告出来了，主要是一个血糖很高，24.3，血糖有3+，然后肌酐也有点偏高，然后化血红蛋白做出来也是一个阳性的，可能还是一个糖尿病酸中毒引起的昏迷，这个病情蛮重的。然后我待会儿会叫内分泌的医生、专科医生来看一下，然后要帮你下一张病危通知书，你尽快叫他家里人来。小强，你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怎么会这样的了？你告诉我，怎么了？医生，医生，怎么了？我们小强怎么了？啊？我们小强，这是什么病啊？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醒啊？他现在有可能是一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我们一个急性糖尿病的一个急性并发症。哦，糖尿病，我是有糖尿病的。你有糖尿病的啊？哎，我有糖尿病，他妈妈这最近也查出了有糖尿病。怎么有呢？遗传有关系吧，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呢。对对对。那他怎么会一下子这样昏迷的呢？就是他那个有他这个原因吧，他最近比较疲劳啊，什么的。是的，最近他吃的也比较多啊。一直嘴渴，一直要喝，而且喝的是饮料，那类是吧？他一直从喝可乐的吧，喝的很多很多的，这是不太好吧？甜的东西嘛。他说我渴啊，我渴啊，一直这样讲，所以随便一定要救救他。我们会尽全力的。那个昏迷的时间，你还要多长啊？你能不能马上把他，丽丽让他马上醒过来，不行的呀，这样。医生啊，你说能不能救救他？我们反正我们会尽最大的。还年轻了，丽丽对吧？喂，丽丽。这里的窗帘很漂亮的，肯定适合你，快来快来。妈妈，我过不来了，我想在医院。啊？什么什么？再说一遍。啊？昏迷？有那么严重？车祸？车祸？不是。什么？糖尿病啊？可能差就是。哦，快来，我知道了。妈妈，怎么回事？在里面。这里快醒醒。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好了，酒店也订好了，请帖也发出去了，怎么办？你说怎么会这样？生这样的病你为什么瞒着我？我也不知道。不会不知道吧？谈谈有这么多的日子了，真的不知道。那你谈点什么朋友了？你现在还说什么了？还说什么结婚还是什么？先看医生要紧，真是昏了头了，快点吧，去找医生吧。知道了。医生，他什么时候能醒啊？病人目前情况比较危重，所以很难讲什么时候能醒。我们目前考虑呢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且伴有急性的肾功能损伤，我们准备收到病房进一步诊治。那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治疗及时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的。
在这儿呀。太好了，你醒了。你知道你睡了多久了吗？我本来那天要去敲窗帘的，你是这样昏过去的，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嗯。你现在感觉还好吗？等我一下，我先去叫医生好吗？王医生，你都吵醒了啊？真的、啊？我们一起去看看。好。现在心跳是67次，血氧饱和度是100%，还不错。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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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吃。张强，你现在已经昏迷5个小时了，你自己知道吗？我想问你一下，你昏迷前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小便这几个月是挺多的，嘴巴会干吗？有点干，最近2个礼拜晚上经常要起，晚上经常要起夜、饭量怎么样啊？饭量吃也挺多，这几天没有胃口，胃口一点胃口也没。医生，我得的什么病呀？你得的是糖尿病，这次呢是因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了，也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才入院的。好的。那医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现在给你的呢是小剂量的静脉胰岛素治疗，接下来我们要用皮下的胰岛素治疗，等到酮症基本上消失以后呢，我们再用一个胰岛素来泵来帮你强化治疗降血糖，好吧？就这样，这是18床张强，需要现在立刻打胰岛素10个单位，赶快去执行吧。好的。8床叫张强是吗？啊，对。那现在给我，我来，由我来给你打胰岛素。啊，你看你手上有标准吗？打什么地方呀？话一般是腹部、上臂外侧。然后是大腿外侧、臀部，一般是打腹部的，因为这个地方吸收比较快，然后又方便。啊，那我要躺下来。对，躺下来。哎，好，我们今天注射的是腹部。可以，在那个我们一般注射部位都在脐周，然后这个只显示的，动眼地方都是可以注射的部位。注射时候还有注意，脐周是不能打的，然后要避开脐周5厘米。万一不好了。还这个是要排斥。我们因为使用的是 BD31.5毫米的针筒，所以在控制。垂直接针，好。好。然后缓慢推注液，推得动吗？推至药液结束。疼吗？不疼。然后垂直拔出就可以了。张强帮你打完了，打完胰岛素以后半小时一定要吃东西，要不然容易产生低血糖。可以坐起来了。哦，谢谢医生。哟，张强，你这怎么了？老板，你这几天没有上班，这怎么了？这前两天好好的，现在怎么住院了都？是呀。您请坐吧。哎，坐下，谢谢。哎呀，你是不知道呀，大概有几个月嘴巴挺干的，然后我外婆说可能就有糖尿病，然后想和我去做个筛查的，还没来得及，不是最近公司有点忙吗？还没来得及去查，就是前几天特别干的特别厉害，那天晚上也不想吃东西，就在家里就不知道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了。天哪，这么严重 啊，医生和我说是糖尿病的什么急性的并发症，说是叫什么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说这个毛病很凶险的，说这个严重了可以
影响到生命的，哎呦，吓死我了！那你好好养养，好好养养。哎呀，是呀是呀，耽搁工作了，老张。哎呀，你这个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主要就是小便特别多，小便特别是晚上呀，要起来三四趟呢，是吧？啊，哎呦，嘴巴干吗？干的，很干的。最近我觉得我也有点口干。哎呦，那你小便多吧？晚上小便也起来。哎呦，你也有啊？哎呦，不知道嘛。哎呦，那你要去查一查嘞。嗯，我是要查一查。你最近吃东西多吧？吃的，晚上吃的多。吃了以后体重增加了吧？我都吃了，体重还往下走呢。嗯，我也是，我瘦了十几斤。哎呦，那要抓紧时间去查一查血糖嘞。现在糖尿病很多的说。哦，我看好像我们周围有好几个人都得糖尿病。那你这两天工作你就不用管太多了啊，好好休养啊。然后那个其他事情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做的，好吧？你就好好休息，好吧？然后我觉得我也要去好好看一下。啊，要去查一下。好的。那先这样啊，再见了，好好休息啊，谢谢啊，我来看看，谢谢你，好，留步，慢走啊，谢谢，王医生，张强的那个稽查血酮报告出来了吗？出来了，血酮是阴性的，他已经连续三天都是阴性了，那可以给他上胰岛素泵了，嗯，你待会给他上一下，好吗？但是他说是假药，其实也不是什么假药，我就是说对了，今天等一下医生要给你来打一个叫胰岛素棒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哦，张强，我们今天来装胰岛素泵了。医生，胰岛素泵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好处吗？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吧。什么是胰岛素棒？胰岛素棒有什么好处吗？这就是胰岛素泵，给你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胰岛素泵，它能够24小时持续的把胰岛素泵入到你的身体里边，你一个以基础的胰岛素的需要量，还有呢就是在餐前它可以泵入一个大剂量的胰岛素，那么装上胰岛素泵以后你就24小时带在身上了，不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它的好处呢，就是对血糖的控制是比较好的，相对来讲血糖控制比较平稳，而且呢还会避免出现低血糖，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对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有急性并发症的病人呢，我们是比较推荐使用胰岛素泵的，这样对你的血糖控制比较有利。张强，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安装胰岛素泵了。我们一般选择的位置呢是肚皮，其实除了肚皮以外呢，大腿的外侧。臀部上边的部位都可以选用的，不过一般我们是选用肚皮比较方便，所以你要躺下来。脏了女的地方，多的女的地方。这次是打肚皮吗？对的，这次是肚皮，可以的，这个没关系的。但是，把肚皮露出来，对。一般呢，我们选择肚皮的话，这个位置，但是同时呢，要避免你这个。平时系裤带的地方，假设说如果你肚子上有外伤啊，或者有结疤、结痂啊地方，也要避开的。我们开始装了啊。好的。好了。把皮肤捏起来一点，我们可以平行进针。好。好了，我还要教你那个 B 大剂量吗？一直把胰岛素浸到8.0个单位。现在呢，大剂量是8.0个单位，我们按下确定。这样呢，胰岛素就开始输注了。这个呢是显示的输注的单位数。一般呢，这个胰岛素泵就可以放在口袋里边了，你就随身携带。现在可以坐起来了，没关系的。你看看有没有影响活动？
不会，没有影响你的活动。那医生，这个东西要注意什么呀？平时是这样子的，首先呢，你看到这个一个界面，就说明它在正常的运作。那如果旁边会出现圈圈，提示呢，它是有问题存在。首先你要检查呢，这个管路是否通畅。而且呢，这个管路一般是3到5天换一次的。你在胰岛素泵的时候要注意身上，尤其是扎针的地方有没有感染，红啊、肿啊、痛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要把针拔出来，重新换一个位置的。另外呢，就是说胰岛素泵避免碰到水，还有就是避免高温，比如说40度以上啊，这样对因为对胰岛素的胰岛素会变性，所以这个药效会失效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注意事项，避免碰到水。哎，医生刚才您说不能碰水，那他洗澡该怎么办啊？洗澡的话是这样，那我们先把泵呢暂停掉，按 Act 的键，然后把箭头移到暂停这一栏，再按一下确定，然后显示这样暂停的界面，你再按一下 Act， 就是胰岛素泵已经暂停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快速分离器把这个管路分开。你要洗澡的时候呢，只要拧一下拔下来就可以了，然后用干净的纱布把这个头包起来放在旁边，然后这个呢用一个干净的敷贴贴在肚子上就可以了。等你洗完澡之后再放回来拧紧。洗完澡连接好以后要恢复胰岛素泵的使用，那么现在是暂停的界面，我们按一下 Act， 它会显示恢复输注，那么再按一下 Act， 这个圈圈就消失掉了，又是恢复到最开始的界面，就说明胰岛素泵又正常进行了，就是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圈圈了就好了是吗？对、来，萌萌，谢谢你来，珊珊，你来，对，来，今天呢，请大家来聚聚，主要是一个是庆祝他生日，还有呢，希望你们劝劝我。这个强强的事情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办，我呢对他说他总是不听，是吧？希望大家能够发表一些劝劝，这个婚姻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关于强强的今后的问题怎么办，为今后的长远利益考虑，你说呢？你怎么不说话了？对，你应该听听丽丽，要听听妈妈的劝。我以姐姐的身份劝劝你啊，也我们过来人，我确实觉得强强呢也是蛮优秀的，你们呢能走到今天呢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毕竟嘛，你婚姻是个大事情，总归要为自己考虑考虑，你像他这么年轻，这个病以后可能糖尿病现在也都知道的，也没办法治啊，总一辈子要这样吃药的，你说以后你们怎么办，还有几十年嘞，对不对？他说糖尿病不是什么坏毛病吧，但是他还那么年轻，对不对？你想人家外面糖尿病的都是40-50岁的，他才多大呀？而且这种慢性病吃药就得一辈子吃的，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呀。再说了，你们万一结婚以后有孩子，他得吃药，你怎么办呀？他生了糖尿病，你们有爱情有面包不行的，男同事是一个家庭的支柱，身体不好以后你看萌萌珊珊说的多好，要听听他们的。那个姨妈姨父，我觉得其实我跟强哥也接触了很多时间，然后我觉得他人品挺好，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学习也很好，然后他在事业上现在也算小有成就，然后他们家里那个家庭条件也不错，大家父母都是科学院士，那糖尿病也不是什么绝症啊。丽丽姐姐她现在你让她一时半会儿放下她也没那么容易放下，你看姐姐她都那么痛苦，就我觉得还是慢慢来吧。和强强在一起后，几乎每个生日都是强强陪我度过的。
现在他还在医院里，其实要不是妈妈今天拉我出来，这个深深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心思过。我觉得他在医院里躺着，可是我妈妈却跟我说要跟他谈分手的事情，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哦，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你们说为我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妹妹说的对，毕竟糖尿病不是什么可怕的病，还是能够医的。不对的，你说的不对的，刚刚强强这个人我也很喜欢，你们也知道对吧，他也对我很孝顺，我也很好，但是你这个说的不对，生活要现实一点。以后怎么办？有孩子了怎么办？年纪大了怎么办？并发症怎么办？失明了怎么办？腰里有霉了怎么办？我不懂，但是这些常识我去了解过了。丽丽，我看到阿姨这样这么伤心，我也于心不忍，可是要你跟强强这么快就分开，的确是强人所难。要不这样吧，丽丽，你先别急，先把医院里边的张强照顾好，但是千万就别再提结婚的事情，一切慢慢来吧，你说呢？对的对的，结婚的事就先别提了，对吧？对的对的，对对。所以我们以过来人的身份也想跟你好好跟你说说。再说阿姨姨父也都是为了你好，对，他们俩考虑考虑吧，年纪也这么大了。对的，想姐姐，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可是我心里真的是很多感觉，你们是不明白的，我说不出来。我想今天也是生日，我也不想多谈这些话题了，你们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吧，就让我快快乐乐安安静静的过这一个已经来说非常孤独的生日了吧，好不好？妈妈好不好？给我点时间吧。好吧，就不说这个事情吧，大家就过生日吧。好的好的，来来，好，那我们还是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好，看着生日快乐，谢谢你们，谢谢。张强啊，醒了啊！今天我们胡主任来查房。张强啊，我们很高兴你恢复得很快。谢谢。两天你昏迷的时候，胡主任来看过你，那时候你还没有醒。杨医生，他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最近这两天情况还比较好，血糖呢也是在平稳下降当中，现在基本上是在10到14个摩尔每升之间波动，那么有一些入院的时候检查的报告已经有结果了，胰岛素抗体、胰岛细胞抗体和GAD 抗体都是阴性的。哦，三种抗体全阴性。对对，空腹的 C 肽在正常范围里面，那么现在呢血渗透压是最近的一次是300。张强，刚才这个主治医生、医生们讨论的都非常正确。主任，我得了什么病啊？好，按照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你现在诊断是二型糖尿病。你看，你的妈妈呀，都是二型糖尿病，有一个明显的糖尿病家族史。另外呢，在我们给你查了最近出来的结果，这些抗体呢都阴性。一型糖尿病呢多半是抗体阳性。所以呢，我们觉得是诊断是不确的，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所以呢，将来治疗呢，当然有很多的事情，这个杨医生要跟你讲。那么，我们希望你参加我们这里糖尿病的俱乐部。其实你的外婆啊，是糖尿病俱乐部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所以你这个有利条件就参加糖尿病的小组。